你说时光能去哪儿啊？就这么一条路。喂，帮我拿一会儿，热死我。时光，等我找着这家伙，我一定好好揍他一顿。 小光，我们可以找小亮，要不然你给小亮打个电话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可是最后的希望啊！打一个。我不，今天我就是困死在山里，我活活饿死，被熊瞎子叼走吃了，我也不会给这个家伙打电话。我坚决不。 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喂，我是我，我是时光，我在乌鲁山景区，我走丢了。你走丢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需要你帮我一下，我给谁打电话我都打不通，我身上就两个硬币，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电话亭，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。你还有半分钟？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？你听我说完，我不需要你抽出时间来救我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沈一朗、白潇潇、谷雨江里面，你认识谁你就打给谁，告诉他们我的位置，我在乌鲁山山腰上的一个电话亭里，然后我。 不信我走不出去，我走。小光，我有个办法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 没有啊，古代的人走夜路，怕遇上野兽，都是在树上睡觉。你在树上睡过觉吗？我不喜欢走夜路。加油！这又没有个树枝，我踩哪儿啊？手脚一起使劲。 使劲的往下搓一会儿呢，玩意儿！你用手使劲，你手脚一块使劲嘛！哎，加油！有点尴尬，加油！哎呦！哎，那个，你怎么来了？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你是怎么找着我的？我给电信打了电话，为了投币电话亭的位置。哦，还有这一手。哎，这衣服挺不错的啊，呵呵穿着挺是这么回事。为了见我是吧？我真对你太重要了，那小皮鞋爬山累坏了吧？ 怎么就你在这儿啊？这么小个山，你都能迷路，你是白痴吗？还是说你是路痴？是路痴你就有点路痴的自觉，别乱跑给别人添乱行吗？你吼啥？大晚上你吼谁呢你？这山里吓唬人，莫名其妙发个火，不愿意来以后别来以后。哎呦！时光。 总算找到你了，苗苗，还笑，哦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。